看我皮肤有没有很漂亮？漂亮吧，很漂亮，就送一个。要巴结我一下，有没有觉得很漂亮？有很漂亮吗？讲大声一点，帅！好了，我最喜欢你们巴结我，来送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来，先送一下，好。 今天呢，来到现场还没有拿到礼物的人，等一下我这边全部要送完，因为我今天最后一场活动，你们一定要拿到宝，好不好？一定一直拿，一直拿，然后塞到包包里面去了，知道哈？好，等一下我会继续送，但是呢，再送礼物我要有奖征答，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气垫鼻涕。你说什么？气垫鼻涕来，完全错误，但是送你一个，好，你说什么？再来给你一个机会。鸡西酸，鸡西酸，鸡西酸啊，答对一半再送你，我告诉你。 这个没有这么简单，这个叫做气垫粉底液，这个很厉害，这个超厉害哦！我接下来来玩一个游戏，看一下我的模特漂亮吗？漂亮，也还好啊，没化妆怎么漂亮？你觉得她真的很漂亮吗？我看一下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要不要一个电话？有，还没画完。等一下呢，我告诉你，女生有没有黑眼圈？ 黑眼圈吗？黑眼圈，黑眼圈，画上去，这样还漂亮吗？还是真爱，这个是真爱，好吧，要圈起来。这个画不上去，我要拿黑一点的啦，我要拿黑一点的笔。来了，黑眼圈啊，脸太油了，你看油泛油光，有没有？黑眼圈这样画上去，黑眼圈，每个人都有黑眼圈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黑眼圈画上去，有没有斑点？ 把斑点掉画上去，斑点，然后你看黑头粉刺、鼻头粉刺，很漂亮，这样还漂亮吗？还漂亮，那把泪纹再来一下，好耶！有没有人叫二整容模特的？这样子还真的漂亮，其实有漂亮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有黑眼圈没有关系，有斑点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仔细看好哦，兰蔻的这个气垫粉底液首创。 你今天只要仔细看哦，我轻轻的按压，直接拍在我们的皮肤上面，所有的瑕疵会不见，尤其是黑眼圈，你看斑点哦，我直接擦上去哦，斑点也不见了，毛孔也不见了，然后呢，甚至所有的小瑕疵，你只要轻轻的用这个气垫粉底液拍上去，脸上如果你的黑眼圈很深的女生，对，也都不要担心，就直接这样擦上去，来，你看左右两边有没有差别了？ 要拍小视频那赶快看一下哈、哦，来仔细看一下，今天呢你只要轻轻的用这个气垫粉底液拍上去，每一个女生都可以拥有完美的肌肤，像我们模特一样。看我左边这边，我还故意不要画，她脸上还是有一些黑眼圈。好，我们轻轻的拍上去，非常的厉害。来，用手指轻轻的把它按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它开始变美了，变漂亮了哈、哦，变得更漂亮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看一下左右两边，差很多，对不对？ 黑眼圈还是有哎，这边真的有点衰哎、欸，哈哈，所以赶快拍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告诉大家，女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们现场的女生，你们最喜欢做什么？你喜欢做什么事情？平常逛街、买东西，还花钱很棒，花钱也要送一个礼物，有奖话就要送一个礼物啊，有没有？花钱你喜欢做什么事情？ 你平常喜欢做什么？shopping，好，来送一个礼物，来来来来来，shopping，啊，你喜欢做什么？ 你喜欢平常喜欢做什么？煮菜、吃饭、聊天，在躺在家，你好想要，我想回家了，好累哦，想躺在家里，好，我们要这样。没错，但是女生喜欢做一件事情，讲话。女生是不是很喜欢讲话？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你有没有发现嘴巴的颜色越来越深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平常如果跟男朋友一直亲嘴，这样，你看这他明显就看起来亲嘴亲太多了，有没有？唇纹变得很深，然后而且你看颜色都不均匀。我告诉你，教你们一件事情。 把这个气垫唇、气垫啊隔离霜、防晒隔离霜、气垫的粉底液直接拍在嘴巴上面，真的哦，直接拍上去，你拍上去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嘴唇颜色会先做调节，等会呢要来变魔术了。这个是纯天然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放在嘴巴上会怎么样。好，拍上去之后，好喽。如果你常常擦唇膏颜色都不显色的女生，仔细看好我，我接下来要拿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东西，知道这是什么来？ 唇彩啊，唇彩哈，唇彩好打，答对一个，谁说唇釉？送两包，你说唇蜜送一包，有讲话就送啊，你讲一下话啊，说嘿，我就送你一个，好了，送你一个了，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叫做气垫唇釉，它这个呢摇起来，我告诉你哦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想吃下去的感觉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是女生，你只要擦上这个的话，男朋友啊，旁。